思。希望有一天哦，咱这超级夜总会来去印尼龙呀，有机会。哦，我们有去过新加坡啦。哎，有新加坡有哦。马来西亚嘛，看会到。印尼龙看会到啦。泰国嘛看会到。嘿，有一天那个泰国看会到。不，因为泰国呢，阿多好飞去新加坡看到。喂。有一天，敢会来去非洲龙呀？马尾拜，马尾拜啊，不错。因为因看到你嘛，做熟悉的啊，哎呀，搞嘛做这个事。代表讲咱的台湾文化吼，我都行到世界去。安尼想，因为印尼迄个所在，因有的所在其实看咱台湾的节目，唔是遐尼方便。是啊，对对对。因就介意超级夜总会，然后有时候因那是多即个版权的问题啦，较慢行去安尼，哦，因拢会接到级别讲，唐丽呀，啊是安那最近。超级夜总会评论直接看袂到，是有啥物问题，还是恁无录音？我讲呜呜呜，恁耐心等，我们就是我们录很多好看的节目要给你们看，这样子。所以起码唔难，咱大咱家己吼，咱再认真做节目。恁两个听咧，好好唱条好听的歌，这条给恁全世界播上。好，因为大家当做会吼，就是一种缘分。对啦对啦，是哦。因为做我算做一个堂弟嘛，足久无去合作咯。啊，不过阮是有缘无分呐。啊，对了，一撮吧啦，一撮吧。啊，我那个是五分无缘呐，五分无缘，三个五分。对了对了，就再来一次我们。今天五分，嘛是咱合唱歌曲足经典的，经典的歌曲。对，我们高向鹏跟高那个大白哥。等一下，叫什么？啊？合唱的歌呢？叫什么？经典呐，足经典的。经典，你是什么境？是那个地藏王境还是？真的是。足经典的一个迄个组合啦。经典，经典。免拍破，免拍破。来，哎呀，拍破了，姐啦。再来一首《缘分》，送给大家，谢谢。为何苍天苍地难？一生情愫。